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有小伙伴给我推荐一个虐人的小游戏，就是这个啊！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就是这个游戏，现在我们开始。这里面一共有几道门呀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十六道门。好的，这个游戏叫做只有一道门。我们开始进入第一道门。OK， 游戏开始了。是一个小方块吗？这是史蒂夫吗？啊，游戏很简单啊，直接走过去进入。哎，哦，明白了，我们要躲避陷阱。哎，好，就这样就过关了是吧？那很简单嘛。好，这算是正式开始了。刚才是一个教程关卡啊，我知道这有陷阱，跳过来就可以。我还可以这样？好，这么玩是吧？跳。跳，很简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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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是我太轻敌了。哎，我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连第一道门我都过不去的话，这儿有陷阱。这儿也有，这儿也有，真的是想象不到啊！他竟然这样！哎呀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哦，继续。悠着点，快跑，跳！看我已经预判到了，他前面有陷阱，先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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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第一关就结束了是吧？该第二关了。哦，每一关的名字不一样。第一关 Pits 什么意思？来，让我们翻译一下。第一关是坑，果然是坑啊。 Speakers 尖刺。哦，这关是尖刺。来，让我们看看尖刺。哦，尖刺，尖刺，躲过尖刺就可以啦。躲，他没告诉我们尖刺会动啊。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，不应该呀。突刺，这刺儿是不是也会动啊？也会动啊！方向不一样。如果有哪一次直接预判，那我们一命通过。右边有刺。差点就蒙过关了。好好好，这个是真的是我没想。我没想到。不会还有吧？没了，就俩。下一关，下一关，下台阶。尖刺啊，谁确定他？哦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命大！这儿为什么会有一个坑啊？这个脑子秀逗了吧，在那儿弄个坑。看来是我脑子秀逗了，先把尖刺拖出来。然后，这样我们的看第三道门是什么 ？push 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推是啥意思？这就叫推呀、方块会推动。好，它不会后面的，它不会后面的关卡会把前面的所有的坑都合并起来吧？应该会的哦。nice。这么玩是吧？跳，这么玩是吧？机关已经全部触发了。好的，下一关。哟，这个我们离终点有点远啊，中间也没。好家伙，
这不就过关了吗？这一关不难，这一关会有什么陷阱？哦，快跑！哎呀，好，快点跑到这儿就没事了。嗯，你来呀。这不可能啊！啊，哎，那刺儿会回去？哇，真的，他把推和刺合在一块儿了。然后我们看看第四道门是什么？哦 ，coins， 硬币。哦，这一关可以吃硬币呀、啊！硬币啊，直接吃硬币，嘿嘿。哎，重来。跳，哎，为什么跳不起来？为什么？不对。哎，这个小人是自动在这跑的。好，哎，差一个硬币没吃到，没关系，小命要紧。哎，哎，哦，这些硬币可以当桥，我们可以踩着硬币直接过去，那就知道了。跳，哎。后两个硬币不能踩是吧？跳，跳，好的，过关。硬币有可能是我们脚下的奠基石。哎，这个硬币啊、哦，那个硬币吃不得呀，不吃了，直接就过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下一关，哟，跳，哎，哎，哦，要踩到硬币上是吧？来，哎，真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。哎，这硬币能吃吗？哎哎，哦，我们跳的过程中吃不到硬币的。哎，哦哦哦，硬币，哦哦，哇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，小黑！哎，好，直接跳到门上了。好的，让我们看下一关。哦 ，control 控制，你不用翻译了，这个翻译我懂哎。控制，控制是什么意思？这关是控制，控制哦，你们直接走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啊？啊？哦，他自己会走哎，不对呀、啊。不是往左走吗？走不了啊！哎，可以。哦，哦，哦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是相反控制啊！喂，相反控制。嘿，嘿，哦，反方向控制。好家伙，反方向控制，反哎，哎，哦，这个是你控制这个突刺在跳跳，我跳。跳，哎，哇，我脑子感觉有点不够用了。看，哦，还好跳了一下，这个跳的飞天了，我去，哦，我知道，跳起来用抛物线法，跳起来飘过来，跳起来飘过来，跳起来飘，哎，我们还是需要冲一下的，看来是有点位的呀，走位很重要啊。走位很重要哦，哎，这个不亏呀、啊。走位很重要，走位很重要。下一关，哎，又是反方向啊，反方向，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先是反方向，然后是正方向，哎。先是反方向，哎，我看啊，这是正的，哎，这是反的，哎，哎，这是正的，哎，好，蒙对了，最后一个，哦，我们又到下一道门了，只有一道门，这一道门是什么关卡呢？来，让我们翻译一下，平台，好的，平台。咦？哦，
哎，哈，每一关的第一关都很好过啊。平台，哎，我去，这些平台居然会动啊！来来来来，来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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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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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没有废一条命哦！哎呦，消失了耶！哎，消失，出现哦，耶，跳早了。哦，第四个方块不会消失的，不会消失，我们就会跳到上面，先不动。哇，它闪了一下，哎，不错啊！啊，这直接上台阶嘛！哎，不能冲动，不能冲动，不能冲动，先站这儿别动，哎，不，哎，哎，哦，下一道门，这是什么 ？Spring。什么意思？温泉？温泉？不对，应该是这是什么？哦，跳台啊！哦，耶！哎，按常识来说，最后一个肯定有鬼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我觉得不能跳，万一刺儿在上面。啊！被我猜中了，真的被我猜中了。这刺儿真的在上面，哎，你看这个啊，直接跳不过去的，我觉得，你看，哎，那说明下边有平台，哇呀，来，哎，哎，真的是想不到，来，这儿有平台，这儿就没平台了，这个会，哎。那我直接过去就行了，因为那个刺儿会收回去，是吧？哦哦，那我直接跳过去。哦，哎，我赌这个下边有弹跳床，刺儿不会收回去。嗯，我蒙对了呀，还是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了。哎哎哎哎，没出来！我就不行。看来，哎，看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他估计出现这个会有概率哦，会有概率哦。哎，那我搞不懂了。哎哦，你好像得跳到区域才能完成哦。这个，那直接跳平台上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那直接跳下来就行了。不对，按我的理解，它肯定这一关卡是所有前面关卡的综合，说明它又有尖刺，又有那种，嗯，我赌它下面这个平台会动的。他肯定会往哪儿动呢？哎，试试。哎，被我猜中了，但是我没有搞对。哎，我想想啊，哎，他是不是弹得太高会把我冲到上面有刺儿啊？我们跳过他，直接跳。哎，跳不上去。那看来他是没事的。哎，哦，他也是没事的。哎呦，我怎么不太相信？这儿没陷阱呢。哦，被我猜中了，我太聪明了。哎，这些平台跳跳，来，这就是身，这，哎，这些就需要练身法了，练身法，练，哎，好，鄙人的身法一定不会
超过三次的怎么样？好的，下一关，下一个门是什么？诶，这个我们是不是过半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八个门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的，这个门我看是什么意思啊？套取。哦，有传送功能。好的，前两天刚刚聊完翘曲。哦，有点意思。我们想想啊，穿越啊，穿回来时候及时的往左走，穿。哎，不对。哇，好难啊，好难。不对呀，这个好难，这关好难。OK， 预知后事如何，让我们下回再见，看这个传送门怎么过吧，拜拜。